今天五点，我五点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蛮意外的，因为我本来我今天想5:45到，我想要嘴一下，但一上来看到一大堆人都在嘴，就，哎、欸，好像没什么好嘴的，只能刁一些迟到的人。欸、好久好久。其实正常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表情，真的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乱撕一个看看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就不行。我是摄影师兼执行导演。设计师。Action！ 走。我觉得今天最过分的东西就是口一口那一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停车场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对准，他们有尽力在对，可是口一口没有把音乐对得很准，有辣拍，欸，音乐他坐着他还没对到准，我觉得超过分，然后一直看镜头，就叫他硬拍一拍，他就这样一直这样看镜头，欸，我觉得超狂，然后嘴巴又乱对。铁牛大概他几点会到？我说 maybe 大概10到15分钟 maybe 哇，对，就是这种干话，对，部分还是我们这次找的人比以前以往都还要多。我们会飞到空中，然后也不后置，我们两个人等一下会觉得像超级大人。因为其实我们特地有练一下轻功，去少林寺里面练。镜头不要动，你看。对。好，比较好。好，可以，那等一下麻烦你了。设计分镜，我刚刚还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变形金刚这一次有看过吧？哦，对。他说，哦，有看过，我觉得就一模一样。哦，好，一模一样。那我要那个汪一模一样，然后我就直接这一台没问题，所以这一台车在那里。对，用音效，只有音效而已。所以我们飞龙就会误会你的意思。汪汪汪汪汪！哎，我不要那种变形金刚的图，一 key 的，然后就这样子的图，然后这样上。阿凡达，阿凡达变绿色的，变蓝色的这样子。阿凡达跳的有点多哎、欸，而且不是直接颜色变黑。阿凡达也是也不错啊，形状那个平好点高。我跟你讲，多懒，你知道蓝色滤镜套上去就这样而已。对，连背景都懒。多懒的，然后就说懒的。阿凡达大决斗。其实因为跟玩 game 他们已经合作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当他们合作演员，然后已经培养起一定的默契的，所以就是。一切都还蛮顺，就是从他胖看到现在胖这样子，也是真的蛮有感觉的。就是、没有瘦过啊。对，换了三个女朋友我都看过，哈哈哈！帮我剪进去哦，这个真的不要剪进去，一定会杀人。来，够了，隔壁，再进礼貌性，礼貌性一下，礼貌性。你们新人能够，就是礼貌性，伴我一生顺利，对，一定顺利，你怎么会？这歌真的很厉害。我非常期待，因为他每天都在放到我已经洗脑了。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你怎么办。哒哒哒哒哒，今天就唱一套。啊，没有。他就是没有费用给我，因为费用比较高一点。哇哦，没有钱，所以我演。他们说，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，这是玩 game 的心得。你要讲这种话会难过。不支持玩 game， 至少要支持裴威，好不好？裴威在里面演出。超性感，神力女超人，真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多么的性感，哇塞！这个，这性感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在画画，然后打翻了水彩，然后就直接染到我的身上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蛮有创意的，我就穿了这套服装。所以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对，有个对啊，我自己想。OK， 我就一直自己想，我在家每次就会想服装。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服装理念啊，就是。我是一个小孩子，然后偷爸爸的钱，然后还要偷爸爸的银饰这样戴。那老这个老虎怎么算？这老虎就是我觉得哦，我有养一条狗啊，对，我养一条狗啊。好，那哦这个哦，这个是、欸、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对，就是、我以为你要掰。他们要突然问我，突然你哥为什么会来？是有人？欸、对啊，你怎么知道这消息的？是那个我因为我在楼下经过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说玩 game 在拍 MV， 要不要上来？哎、这个说的不错。我那么喜欢城市，然后我就哎现在就拍 MV， 然后我就上去哎，真的是就看到了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问说。我要演，然后他还拒绝哦，对，他还拒绝哦。我跟他说，哎、欸，这群 Nick 好像还好哎、欸。哦，我觉得这 MV 应该是至少会有10万以上的点击率。没事，好像跟平常的被变差不多、哦，然后被变也差不多，至少10万好不好？好了，我觉得笑不出，笑不出那个，要不然你周围，我知道拍片都会有一些空档时间，所以我今天带了阿瓦隆来，你们等一下玩，可以啊，哎，这个空档还蛮长的，是真的假的？大家来玩了，先不要拍了，反正够剪嘛，素材够剪，你慢格就拖到底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
这样聊天过程应该够放一首歌了吧？可以啊，真的。就大男人，回家，大男人，我干爹。